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肖战工作室为影迷和粉丝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一组精心制作的18宫格照片。这些照片如同温暖的礼盒，展现了肖战独特的魅力，拉近了他与支持者之间的距离。照片中的肖战身着时尚服饰，神情专注而温暖，仿佛在诉说着他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谊。他的每一个微笑和眼神都传递着默契与理解，仿佛在与每位支持者进行无声的对话。阳光洒落，清风拂面，这些瞬间让人感受到温馨与宁静。粉丝们在社交平台上热情转发和评论，仿佛在拆开一份充满爱的礼物。这些照片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由于过去一年肖战因工作繁忙鲜少公开露面，这次的分享显得尤为珍贵。肖战在每个重要节日总是给粉丝带来惊喜，营造亲密的联系。他通过生日会和节日祝福视频等形式回应着每位粉丝的期待，这种深情的互动超越了普通艺人与粉丝的关系，体现了彼此间的信任与情感。这组照片不仅展示了肖战的个人魅力，更传达了他坚持与努力的信念。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成功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他始终保持谦逊与专注，专注于每一个角色和作品，这种执着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在这组中秋节前夕的照片中，肖战通过动作、表情和眼神传递着心声，他深知粉丝们的热爱，并明白在忙碌的生活中给予深情的回馈是维系彼此心灵共振的重要部分。这一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这些照片而缩短，心灵在此时得到了升华。